来乡亲来继续来看婚姻出现着第一例天狗日死亡的案例，是高溪一个80多岁太太，大姨七天就亡身了。这是婚姻的第一例，也是全国第二例天狗日死亡的病例。婚姻环保局和卫生局人员继续加强天狗日的消毒检查，不过在8月10日，高溪也是出现婚姻头一个死亡案例，一个80多岁阿婶，一个送病七天后就不幸过身。卫生局讲，这个糖尿病、心脏病、慢性疾病阿婶，都开始在8月初是因跌倒送病院，出院了后就感觉身体无爽快，在8月初搁一摆送去病院，经过体检是得着天狗日，虽然有经做治疗，不过在住院这段时间出现血小板减少含肺炎，8月10日病情恶化。不幸过身。云林县到8月22日下午3点，累计的确诊案例数有239例，大部分都是长者。那呼吁说，长者如果有出现疑似登革热的症状，那像就要尽快去就医。卫生局讲，这是去台南了后，全国第二例因为天狗日死亡的案例。嘛，呼吁那许多人拢加注意，若是确诊天狗日，若感觉真爱困、着急不安，继续伫咧吐，得赶紧送病院，较袂引起重症，地疏无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